我们会从基隆下来，是吗？就是最主要就是跟老师啊，跟随老师啊，因为杨老师是我后来才认识的，我是参加老师主办的彩绘认证才认识的，然后初级、中级到高级，发觉说杨老师的人很好，对于待人接物以及那个提携晚辈都很认真啊，也很用心，很有爱心，觉得站在他的旁边可以学到他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很多很好的学习，然后这就是老师个人的魅力啦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有一次看到老师在画画的话，觉得老师在艺术这一方面呢，不管是那个构图方面啊，那个老师的设计啊，以及说那个老师的颜色用料，在用颜色方面也很丰富，就是觉得跟在老师旁边有很多可以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可以学习。以前去那个艺术村看到老师的作品，然后就很喜欢，后来老师有介绍他的作品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兴趣的东西，对啊，就开始，那时候就开始学，大概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。所以在你配合没想那么多，大家都学六七年了。对，每一幅画那个完成的时间不一定，像有的俄罗斯画，我们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对，所以就是每幅画完成的时间是不一定的。嗯，画的画很轻，其实画风来讲，因为刚开始你本身之前有从事绘画创作吗？对绘画有兴趣，但是没有走创作这一条路。彰化班这个是最近才开课的，然后教的当然就是我最擅长的彩绘画。那我们有很多画风，比如说俄罗斯画风啊，什么梅林啊，然后 Hindi Lupin 啊，非常多日式的、美式的其实都有。那这群学生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的旧生，那以前在鹿港，因为后来因为我忙碌所以停课，他们就跟着到这边来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教室。这门艺术哈，其实学的路很长，因为各种画风都不一样，然后要熟练那个画风要有一段时间。那最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来开始，开始启动这个教学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两个是新生，是没有接触过的，所以我从最简单的先教，然后旧生刚好是当成复习。